我上山长拳又叫少林拳，它是中国国家队奥运会比赛项目，只有你它的白银子曾经在2012-2013美国国际武术比赛中多次获得男子第一名。kody2005年曾在纽约举办的国际武术比赛中获得奥运会的3项男子冠军。他红军的叫科里，他的一招是尽显英雄本色。好 ，Close，Next， 长枪拳结束，现在表演。